这刚刚因为看私信的话，或者看什么都要卡。去拿酸奶吃吧。好，去拿。来，你在这里先说一下。床上，那个袋子上，下午买的。我们要直播喝酸奶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再拿一个嘛，你也吃。我看你直播吃酸奶，又说情话啊？妈妈刚刚说我吃的样子很甜蜜。谁说的？哦，对了，刚才那个就是石秀回来一个问号，就是我没有回他，他很着急。然后赵月回了个什么吗？赵月也回了。赵月在时隔多少分钟？赵月在时隔。数一下多少分钟？赵月的时隔20分钟后，给我回了两个字，没有，有点符号都没有，回两个字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拉黑赵月了，我确定。吃酸奶不会胖的呀，不会胖的，胖的人吃什么都不胖。对呀，所以你吃什么也不胖，你喝水就胖。我不吃就胖。哇哦，好好吃啊！它的。你不会要直播舔盖儿吧？直播舔酸奶盖儿，不舔盖的人不能和我做朋友。们尝试一下舔盖儿好不好？不要。今天晚上的第一次舔盖儿经历送给我。你自己舔吧。是你的奶。你走开。我要舔盖儿了，羞耻。没有，厕所有。这个盖儿太大了吧。
做点事儿吗？我没有空呢。哦，好，晨晨现在开始直播吃奶，他平时的吃相比这里要恶心千倍。这很长，他从写雷月的文章，谁？雷月是？雷是谁啊？谢谢小伙伴们。雷月。哪个雷呀、啊？阿拉蕾的蕾。哦，阿拉蕾的蕾和赵玉啊，我知道哪个蕾了，孙红蕾。原来赵玉前辈这么有品味。对我要待一会儿，吧，应该会吧。什么时候走啊？我等你吃完就走。我关心你的行踪，但我不吃了。我比较在乎你的形象。我关心你的行程。你吃的时候可不可以看着你的直播，然后那个，我要吃上儿童了。对。生活不能自理的那种。对，叉总有形象吗？叉总在吃酸奶。对。叉总觉得吃晚上吃酸奶可以减肥，所以他现在拼命的在吃酸奶。没有这种原因，我只是想吃而已。你不用为我想这么多，我现在没有在为这个理由而解。你这样照着那个什么镜子，然后看着自己的双下巴吃。哦，你怎么不舔？太恶心了。因为这刚开大，我偷偷舔。干呀，干嘛呀？这么多没事玩呢。你擦擦你的。我就给大家安利一下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就是而且是那种清甜，你知道吗？是固体的。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固体的，就喜欢吃那种老酸奶啊那种。脑酸奶，脑酸奶我普通话二音二假呢。哦，我知道，真是的，脑酸奶。然后呢？讲你童年的故事吧，我比较想听。童年？童年就是那种，童年，太悲惨。童年就是在写文中度过的。童年。
年啊。在东北玩泥巴。真的？你玩了多久？那童年不是智，不是童年时候不是智力75的时候，不太记事儿。后来我又长开了，智力也长开了，终于往上蹭蹭蹭窜了5，达到了平均线80，80是平均线吗？好像是，差点吧。没关系，你想说了几分就几分。你知道我13、14岁不是？你知道我14、15岁在干嘛吗？写作文呀。你知道我15、16岁在干嘛吗？观察世界吧。那你知道我16、17岁在干嘛吗？研究创作题材。你知道我18、19岁在干嘛吗？17、18岁。17、18岁啊，应该是深入研究吧。那我18、19岁呢？你刚刚不就是18、19岁吗？那我。智力低，对不起，到19、20岁了。你现在多大了？现在16岁。那你还没活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冒用预测一下嘛。虚度人生啊。啊？这样啊。你忘了有一条了，怎么今天我们彩排的时候不是这样？好，这段不是彩排过吗？好，重新说。好，你知道14、15岁在干嘛吗？不知道。啊？爱干嘛干嘛。希望那个时候你没有认识我。我，你忘了吗？收集同人文。你忘了吗？嗯。你上小学的时候不是有隔壁小男孩吗？我上小学有隔壁小男孩，你怎么知道了？听我讲完。记得吗？我都不知道。你想想，你想好好回忆一下，在你脑海里的小记忆。隔壁小男孩，就是他，就是上体育课的时候总打你，就是总揪你辫子，你还记得吗？真的没有这种印象吗？你好好想，用心去想。好好好好好。有，那就是我。你怎么不早讲的这么客气？真的是我，不然我怎么记那么清？你家是不是在山东？哦，
爆炸。希望大家还没有看到这一幕。直播下去直接可以带着衣服去洗澡了。好呀，我直播洗澡哎。你们尺度好大哦。你在想基于我的肉体。我口味还没有这么的变态。插总像智障。插总本来就是智障。再说一遍。可以擦擦嘴。你再说一遍，谁是智障？爆炸。不，太恶心了。勉为其难的擦，偷偷剪掉下去了，不要看。好，不要！我以为偷偷剪个二，我以为你的意思是我不要看，我大都不要。我把酸奶弄脸上，然后舔下来。嗯，好，不干。这个威胁到位吗？到位。不来了，好像智障。